在我最辉煌的时候，庆幸有那么多人陪，在我离开的时候，等待的朋友们是谁？礼物耀眼却比不上感情珍贵，爱我的人们是生命中最闪亮的点缀。那些朋友们的名字多得好如烟海，我不可能把他们全都一一的讲来。虽然不会说话，但我知道他们了解真爱人物许愿，是音乐让我不再胆怯。我要为了深爱的人争取一切，虽然只是女孩，我心中也热血。人家会用紧我的双拳去回应嘲笑，我不想住咱们的心血埋没，我不要。有很多高峰到前还在没有达到，怎么可能轻轻松松就被自己打倒？不管风雨凛冽，狂风在嚎叫，我的回应就是要做到更好。有很多誓言到现在还没有达到，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把约定扔掉？战旗指向目标，光荣在闪耀，我们文家军注定飞得更高。放弃不了梦想，所以继续追逐，流言和蜚语都将铺成我成功的路。2924的人生注定了不会孤独，因为我们文家军会将誓言去守护。不忘初心，不离不去，我们用心来浇筑。什么名誉利益我看得清楚，不想被社会污染，所以选择和文家军，经风历雨书写自己的传奇路。